水的感受，你可曾有过？哦，也许以后，当爱来到尽头，你可曾想过，它将会变成噩梦？我该用什么方式才让你不再痛？是否就该躲在你背后？你说如果真的爱你，就该放手。哦，爱，我转身就走。就走，既然没理由，就别再回头。你可曾想过，它将会变成噩梦？哦，也许以后碰面的时候，也许你来不及对我说，曾认识我，你认识我。